传奇球星罗纳尔多日前在接受阿斯报采访时评选出了他个人心中的足坛史上最佳11人阵容，阵容中包括四个巴西人、四个意大利人、两个阿根廷人和一个法国人。大罗评选个人心中足坛史上最佳11人，在门将位置上，大罗选择了意大利现役传奇布冯，后卫线是由卡福、卡纳瓦罗、马尔蒂尼和罗伯特·卡洛斯组成。中场的两个边路是两大阿根廷天王马拉多纳和梅西，坐镇中路的是皮尔洛和齐达内，锋线上则由自己与前辈球王贝利搭档。大罗个人心中足坛最佳阵门将布冯，后卫卡福、卡纳瓦罗、马尔蒂尼、卡洛斯中场，马拉多纳、皮尔洛、齐达内、梅西前锋，贝利、大罗、